Hello， 大家要继续呢一只嘅 Pokemon 嘅改版啊，高级版改版。依家嚟到下一百嘅道馆啊，咁上次讲到咧，我哋而家要打呢个下一百嘅道馆啦。然之后咧就发现呢一个道馆唔知咩属性啦，咁有机会都系全属性嚟嘅啦。咁喺正常咧，下一百就应该会系火系啦，但系上一次又见到龙啦，又有普通系啦，今次又有雷系啦。头先哇，有冇搞错？呢只印象中我记得系 Vega 系列嘅星座系列嘅 ，OK， 咁啊，我哋即刻翻嚟回血啦，唔使问啦呢啲，因为中晒招，中晒毒，又麻痹啊，唔系，应该话麻痹咗，唔系中毒啊。好，嗯哼，啊，上集我话要换重，死啦，唔记得咗添，啊，70咧啦，我只水龙鹰，火系啦呢只系嘛，诶，呢只唔系冰咩？用火唔啱咩？哇！顶佢用雪崩打死我，有冇搞错啊？佢唔系火系啊，唔系佢唔系冰系怕火啊。佢落冰雹冰喎，佢落岩咩？雪崩喎，应该系。咁我就唔知佢系咩系啊，真系。头先嗰只咁似冰，哎呀爆几蚊火，哇好痛，转重，唔同你癫啊！好，嚟啦！哇，真系唔记得 save 呢 game， 一出错就即刻 GG 啊！呢只真系要无时无刻都 save， 呢只要用龙嚟打。OK， 真系要升高啲，打道馆都唔系话好劲啦，而家就火主，真系我谂都系靠水主去打啦，真系天王嗰啲。诶、欸，下巴啦，下巴啦。OK， 哇，好有型喎呢只！火球鼠 mega， 虽然好低咧，但系几有型，我中意啊！我顶地面系火地，哇系大镬走，好有型嗰只嘢，火地大好啊！世界系咪古拉多啊？系啦，我都见到，哦中笔。好咗 save 咗啫，咁我一开始就系阿边个啦，我哋直接用呢只咯，又系系咯，开始犯啦。咁啊，古拉多照用水技打赢啦。Oh my god！ 呢度唔系 kick 死咗啊嘛？分勾转重，睇下有机会一下杀先得，试下啦呢度，杀咗，好波，咩噶？呢只睇条尾咧，应睇埋睇埋啲花纹，应该系 mega 嘅 mega 嘅猪啊，系啦，黑白猪又 mega， 哇，顶你怪力啊，大佬，你喺边度怼只手出嚟啊，师傅？呢只应该都系火我啦，我谂又咗 mega Boeing 冤啊，死啦！诶、欸，呢只就真系见过啦，呢、這个 mega， 我死啦 ，OK。几日？诶、欸，进化美洛坦进化呢只其实我唔知道叫咩啊，因为佢仲未出过正传啦，咁我又冇小玩 Pokemon Go， 我净系知细只叫美洛坦，大只我唔知道叫咩咧，美洛坦坦啲乜鬼嘢？好，美洛咩啊？呢、這个唔知道，唔知咩坦？哇乜料啊？呢个系加防噶，你咁样都仲要加防 ？Oh my god！佢唔系俾佢唔系应该要俾招降技我咩？磁铁炸弹又好，哎呀，一知道磁铁炸弹又即系重磅炸弹又好啊，跟住钢炮都好啊，即系呢、這个唔记得咗佢招叫咩？嗯，即系降技嗰招特攻啊，是打招降技都好啊，佢降系噶嘛，系嘛？哦，降系嘅，咁我都系冇转过特性啦。哇，喺超慢速。超高攻喎、啊，黐线，36呢度116喎，你睇下，对比一下只草主，俾大家睇下啦，呢度116攻啦，114，可能话佢会减咗啦，但系减尽都系得个当佢130啦，咁其实我谂如果呢度升到40，都有机会上到130，好劲喎，美洛坦呢度佢，头三个高，跟住尾三个低啦，突防就一定低啦，因为通常咧唔会俾你有双盾嘅。除非神兽级啦，但系美洛坦应该唔算神兽级啊。OK， 我呢度 save 先啦。
OK， 好啦，咁啊之后去第三支岛啦。啊，咁啊可以睇得出，其实美洛坦应该系劲过草柱啦，劲过草柱好多，唔知劲过咁简单，系劲好多。好，虽然佢嗰个属性冇佢木嗰个咁好咯，但系我谂迟啲有技配，哇打唔死。 兵咩啊？打唔死嘅，哎呀，要龙去打，即系迟啲可能帮佢配技嘅话，我谂应该都 OK 嘅，即系嗰只嘅乜鬼啊？嗰只草诶，美洛坦，顶啊，条友玩嘢啊，玩嘢啊，同我，啊屈我呢啲，一招啊，呢个水柱真系一定要配阴谋，唔配嘅话太低攻啊，呢只应该用雷打啦，系嘛，好波。 快啲啊！快啲打埋佢唔该，我想回血啦。哇，顶79咧，而家睇唔到添。廿招啊，79咧。呢只应该用龙啦，啱啦，冰龙应该系。好。咁啊，暂时净系睇咗火柱嗰啲 mega 啦，即系旧火柱 mega， 就见唔到其他水柱嗰啲 mega 啦。因为照道理佢应该都会整咗水同草嘅，我谂唔会净系得火咁偏心啊。 你阿边个啊？阿火暴兽都几有型，火暴兽，哇顶你个有卡嘅呢度，仲要落雨，熄咗佢先一下。哇咁多电啊！诶，哇瞓觉，呢只嘢好似捉翻嚟，真系有瞓觉喎，记得定啊，换只水草丛出嚟先，呢度个草丛就啱晒啦。哇，你唔系啊嘛，真系啊！睇嚟我又要出只水柱出嚟。 喂，虫咁过瘾呢只虫，唉，唔小心行咗埋添。哇，喺二set100%细胞，再加只火嘅火料啊，唔知系咪火料啦？打得死都成问题啊！但系好似话要两只一齐打，系啦，一定要杀咗两只，唔可以留一只喺度。如果唔系，我双打咧就会出筆嘅啦，又有问题嘅。 咁我哋呢度唔打啦，直接，因为好麻烦，要打开嗰只二色神，只二色神咧就好劲。大家有冇睇只二色神？超劲！日招啦，个友卡，哎呀，跌咗啲嘢落嚟。啊，好，接下罗姆呢只咁嘅龟，日招啦，海牛啊呢只系啦，海牛唔系龟。OK， 呢个好似要打我哋，哎呀，咁都俾你望到我添。 日招啦，日招啦，金鱼王，滚动岩啊，地面啦、啊，咦，打得死嘅、啊、居然犀利，好，我哋嚟到呢个星咧之地啦，啊，呢度咧就系星咧嘅地方，因为咧你见到佢全部都系呢啲 level， 全部都系66咧神兽，咁呢度系开放俾你星咧，都唔错嘅，但系佢哋全部都冇技，有大部分都冇技，你见到佢挣扎，但系挣扎都打死我啦。 挣扎都打死我啦！你话几悲哀咧？我有咳喎，系咯。我啱先醒起我有居合斩，冇啊。哦，我哋用水珠条命换咗个主线剧情翻嚟。好嚟啦，食梦兽。M 飞快到啊！拜拜，搞掂。好啊，带埋我出去。 跟住就可以翻去揾阿正辉，我哋依家就可以入去咩啦？好，啲未搞掂咩？睇下先，系咪有嘢俾我？又唔系啦，三支岛冇嘢行啦，二支岛，唔系问埋佢嘢搞掂嘅咩？哦，得啦，问咗啦，依家先完咗任，跟住就可以翻去啦，一支岛。 完成 catching， 我可以飞翻翻去啦，我终于，拜拜。睇下先啊，飞天去呢度，师傅。好，美洛坦而家嗱，见到啦，40呢嘅时候已经129啦，争一就已经系130啦。不如我 check 下呢只叫咩咧？好，咁呢只进咗化呢叫魅力煤塔啊，魅力煤塔。咁除咗个名之外，一切都唔知嘅，大部分都唔知嘅，至少特性啊。 能力值、总度值全部唔知，因为佢曾佢喺 Mega 唔系喺 Pokemon Go 度出现过。诶，做乜有只银雀喺度噶
我唔理佢啦，只能长。呢度唔系打边啊，唔系，我哋仲揸嗰道馆喎。我哋而家其实啲小茂都未嚟，唔紧要啦，我哋而家即刻补翻先，好快嘅小茂啊，唔系板木老大啊，呢个系都唔会难到我啦。最系咁嘅火系，诶水系添啱晒我。哇，咁都打唔死你，黐孖筋。死啦，应该要打佢，靓波，换一换重。 解翻个状态先。OK，出翻只火，飞落去啦。呢只嘢用火打啦，冇所谓啦呢只。奇异花，哇顶花反冇，争啲死。呢度全部打晒先，因为攞劲啊。系啦，呢度唔好跳啦，因为我跳完咧，我惊我打四天王唔够打啦。系啦。 因为真系有机会唔够打，冰龙太劲啦！我都我只水龙未必顶到一下，如果佢用咩嘅话，如果佢都用龙技嘅话，我顶唔到一下嘅，所以唯有靠美鹿坦出场咯。呢度有机会顶啦，反死自己。哇，喺呢只飞勾先啊，系鬼系唔记得咗，顶俾人锁住咗，哇！爆击争啲打死佢。 唔谂啦，即刻翻去回去先。美六梅塔，OK， 西游啊，西游打唔死，走。西游用水用格斗都打唔死，凹痕嘅格斗打佢话，呢只火应该打到啊，地面啊，顶，唔好咁恶啦，好嘛？ 仲要食药添，有几个先至会食药？冇阴谋真系连呢啲都打唔死，超懵懵，一招啊超懵懵，呢副先。啊，咁我上火珠好似唔系好够打，好似即系唔系好似念猴嗰啲咧咁打得，即系念猴咧一只可以打好多只噶，一个打四个都得嘅。 系啦，真系，除非佢打嗰啲全部都系咩鬼啊，咩飞人系啊，咁就冇得打嘅。但系正常嚟讲咧，念猴系可以打好多只嘅，一个，辣椒啦，美纳斯，辣椒啦，怪力，其他个，同埋佢太过薄啦，佢又唔算话输出好高，但系嗰个能力值血量方面就比较防，比较渣咯，防御性能方面较弱啊。 所以就好大个缺点咯呢度，下面嗰啲唔打，费事行，懒得行，踢佢，踢咩咯咩咯。好，呢只水系啊，重名，好明显系水虫啦，呢只用水打啱啦，呢只用水打啱晒添啊，佢仲要落埋雨添，天助我呀，简直。开个阴谋先。OK。 直接打啊呢度！哇，呢只嘢你会唔会赢得滞啊？呢只顶真系成日孙悟空咁啊佢！哇，唔系嘛？佢系唔怕飞勾喎！哇，百万踢，GG，死啦！好，Mega 二 set，Mega 二 set 系戴呢个。 头盔，哇，唔系啊嘛，大镬啦，冇，我 feel 到要挂柴，顶，要死咯，要死咯，有啲难打呢只，比之前嗰个仲难打，因为可能佢有神兽啦，二嚟就系有念猴咯，念猴太劲啦，因为实在太劲啦，好，古拉多即刻走啦，唔好问。 先跑，顶咁都打唔死，有冇炸咗啲？哇，挡路都用，地震正，终于有啲神器可以用下啦，唔要招头锤啦，打埋呢个啦，嗯正，烧死啊！哇，头先咁样都打唔死，真系黐线嘅，头先我高呢个佢啊嘛，系嘛？<笑>
我头先冇睇到 level， 但系嗰只嘢劲渣喎，嗰啲防御我冇记错，佢仲要怕，佢仲要怕火添。但系我哋嘅火珠烧唔死佢，一定系招火技太废，好似得60啊！唉，得啲60，真系唔系好掂，起码要8字先得啦后期。Mega 廿招啦 ，Mega 踢，哇佢好快嗰啲嘢，出去美乐坦先。地，哎呀，我谂要用电磁波打佢，黐线，重新嚟个，我哋直接用呢只，然之后咧开阴谋打啦，唯有，因为佢顶一下都顶唔住，超冇梦嘅，哇好渣呢招龙技，打落如同勾痕一样。不过可能佢77呢嘅关系啦，试下开三马阴谋咯，开到三马阴谋嘅，但我就死啦，只要佢一用龙我就玩完，地震死咗，食药试下先，定开错技啊？呢度要阴谋咗先啊，阴谋三下，跟住再食药，我系第一次用呢啲手段过关。都唔知赢唔赢到添，做几好？顶，又龙技啦！啊，一系试下用美乐坦咯，美乐坦嘅咩 ？fix out 咗佢先呢度。哇，佢唔怕咩噶？又系，哇，唔掂喎，老友！哇，好劲啊！呢只超木棒，唔系讲呢只超木，我打唔赢喎，应该。如果我唔用等级压制，我应该打唔赢。捉多只超梦梦同佢打都未必有排打，要硬撼咯，要硬撼咯。我哋试多次啦，唔得就算啦。啊系，头先咪食咗药啦。咁呢度开始咯，系啊，呢度开始。话时话我 figure 唔系可以惊吓人哋嘅咩灵眼？开三下啦，唔好谂啦。但系已经冇晒血啦，又顶佢超人嚟都打死我100血啦。唯有试下美乐坦啦，美乐梅塔啊，啊成日都唔记得咗。Oh my god，GG 啦 ，GG 啦 ，GG 啦，暴风雪啦 ，GG 啦，等佢仲要 miss， 有冇搞错？球雨呢个系泰山压顶，哎呀！真系难打喎呢度，等我下集翻嚟再睇下点样打，因为其实真系有啲难度。超梦梦咧200几能力值，我都未有一只可以去到200喎。啊呢只都去唔到200，得血可以去到。如果佢唔开阴谋嘅话，基本上打人系唔痛嘅，系啦。甚至可能美乐坦迟啲高咧，如果美乐坦啊美乐梅塔，佢去到70咧，佢起码都有250攻啦，应该。啊！你见到得45咧啦，佢如果去到70咧，有冇200咧？200几咯，我唔敢肯定话250，但一定有210以上，系啊，或者200以上啦，系咯，一定有，因为你见到佢个力量太夸张啦，就好似呢个请假王一样，佢个攻击力我觉得好。咁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次继续打埋呢个板木老大，睇下点样可以打得赢佢啦，因为佢。因为改咗呢个版本，嗰、那个新版本之后咧，佢可能增强咗佢个能力啊，即系困难咗啊呢个难度，所以就有啲麻烦，比上次旧版嘅旧版本嘅分别呢一度。好，咁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